夏天就要吃海鲜，我今天来到是富基渔港，这边傍晚的景色非常的漂亮，这边还有比较特别的这个海鲜，我今天透过镜头带大家去逛逛， Let's go。这个好特别哦，它长得就像，长得很像木瓜这样子。对，就好像那个木瓜切片，可以很好吃。对，就它可以凉拌。对，这是我们这边的中龙虾。中龙虾。像这种的话，它就是火花啦，有没有？直接用那个清蒸，拉起来就是整条的。哇。在哪边？夜钓小馆。对，老师不是最好吃，但是如果你今天刚刚出来是好吃，但是他讲还是没有，对吧？可以采观一下，我小心，因为这少，这样的话就是几只啊。嗯。夜钓的小馆。哈哈哈。哦。你要随便穿上就可以了。哎，如果想要这边吃我的餐厅是最大的白顶餐。但是餐厅现在都不够用食材，所以海鲜都往这边选，比较好。哦。如果在做宅配，你可以帮我打卡。真的想要去吃饺子上面。好。好。这个是什么？减慢。减慢。没有，想要来看一下东西，参考一下，对对对。